今天呢，我拆到了一个快递，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是一个化妆好物，噔噔噔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一个超大号的粉扑，因为它上面写的就是超大号粉扑，我就很想买回来看看到底是多大。就我拆完之后，我自己都惊呆了，这么大个一个粉扑，通过我的拍粉，然后这样拍一拍，然后在我脸上这么一些摁压之后，突然发现这个粉扑上脸的那一瞬间就特别的治愈，就很快乐，而且摁出来的粉居然还挺匀的。然后我想了想，是不是可以拿拍拍脖子呀，夏天容易出汗的地方，然后拍一拍，或者是拿它拍爽身粉。但总之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快乐了。还有一种就是公主早起的感觉，那种卡通漫画里边就这种这么大的粉扑，然后啪一拍，然后哇满脸一拍就结束了，太开心了。这是我今天的好物分享，一个超大号的粉扑，这个就捏起来就是哇，就很治愈，软软的这个粉扑。